台湾庙会文化最近前进德国首都柏林展出，现场有大甲镇澜宫授权制造的神轿、寿旗、执事牌等绕境文物、宗教庆典的照片和水彩画，让参观民众仿佛置身大甲妈祖绕境情景中。台湾除了是一个文化、民主、人权的地方，台湾也有我们的民俗。譬如说，我们到庙里面去，把我们的愿望、把他的恩望讲出来，那么诚心、心诚意正，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。啊，这个是咱台湾民主自由兼有信心。这场台湾庙会民俗文化展由外交部筹划，也是驻德代表处在去年新成立的台湾文化厅首次举办的大型展览。代表处规划未来继续举办其他艺术展览，为台湾的艺术家发声。我们可以做文化展览，我们可以做国情简介，我们可以办音乐晚会，我们可以跟我们这个合作的政界文化界一起在这边办活动。展出期间还会举办电影播放和专题演讲活动，希望从文化面和德国民众交流拉近距离。